从气候变化到贫富分化，从种族主义到身份政治，从信息鸿沟到技术霸权，世界面临着共同挑战。广大海外侨胞应与驻在国人民一道，以守望相助应对隔阂歧视，以文明交流消除误解偏见。越是有人想要脱钩筑墙，我们越要为各国人民搭人心相通之桥。只有中华文明被正确理解，侨胞们才能被正确理解；只有多元文明和谐共生，所有人才能够得到安定繁荣。